Does the foreign ministry have a comment on this development? 特别代表同电话。 双方就半岛问题进行了沟通。社交问题不是民族、宗教、人权问题，而是反暴恐、去极端化、反分裂问题。虐待、暴行、种族灭绝，这些罪行根本扣不到中方头上。美方的谎言谣言，早已被新疆繁荣稳定、人民安居乐业的 事实和真相所揭穿，美方妄图打着人权的幌子，祸乱新疆，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，不会得逞。 中方从未做过有损澳大利亚主权和利益的事。我们奉劝澳大利亚的有关的 人士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偏见，尊重基本事实，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，停止出于一己政治私利鼓噪中国威胁论，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。 中国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， 但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，将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。中国不会去侵犯别国主权、干涉别国内政，也绝不允许别国侵犯中国主权、干涉中国内政。